大家好，法国领事官祝大家虎年快乐，新一年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万事如意。好高兴港澳的防疫限制放宽，我哋的交流得以恢复，喺度我代表法国欢迎各位过来旅游，参观我哋的名胜古迹、精品店铺，来品尝我哋的特色美食同葡萄酒。而家亦系好时机嚟了解同投资法国的创新项目。惠州已经通灵，我哋都打算提飞春。副总领事 Marc Lamy 会用书法写给投资。好靓啊！Si nous allions la porter au calligraphe hongkongais, Monsieur Choi. Choi 先生，恭喜发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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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你，我都写翻个福字俾你。多谢你，我哋会贴喺领事馆门口。虎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